上升响起，同行协力往后拉，两队谁也不想输，因为只有倒下就是全身脏。这一队从白上衣变成了灰上衣，因为这场拔河赛不再平地，而是彰化二水黑泥水田里。端午连假第二天，天气暴热，高温直逼36度，云林斗六阿伯乐盛开，蓝天之下艳黄色花朵满开，左右两旁50公尺长的阿伯乐树，风一吹，像是下起黄金雨。每到令人舍不得闭上眼，但下周一第三波梅雨锋面又要报道将带来强降雨。 民众防晒防中暑，有人选择到高山合欢山北峰红毛杜鹃盛开，连假实施高承载管制，光是连假的第一天就有1100多台车辆上山，一早停车场前排队车潮又是满满满。昨天就住在这边，在这个停车场这边已经排队排多久了？1个多小时。疫情之下，真的忍不住了，游客出笼，亲近农场前一天入园人数2107人，更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。 廉价天气热也引爆出游潮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那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橙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